在台湾的这个民谣，就是所谓的民歌啊，它主要是就校园歌曲。刚刚开始的时候，就是我们都是在学校的学生的时候，自动自发的去写作了。我就觉得说，从古到今啊，中华文化是很特别的，就是所有的最美的东西都是能唱的。从《诗经》以下，唐诗、宋词啊，到现在，我个人在开始写作的时候是本着这个想法，就想说民间它应该有个像《史记》一样啊，直接就把，老百姓从民间最自然表达的情绪变成歌，能用讲话的方式。歌其实本身在古时候也就是一个有旋律的说话嘛，哈。民谣就是，大家不知道他作者是谁，可是口耳相传都在传，跟在地非常接近的东西，它不是很高大上的，或者是说很前卫的，它应该是跟一般老百姓最接触，或一般人学生也是一样，他日常生活当中的所思所想一些反应吧，它的在地性非常强，不生长在这边的话，就比较难体会到那种感觉，要能够让鼓励更多的年轻人。追到它最原始的、最简单的音符、最简单的歌词，可是能表达深厚的感情。